哎，这样把那个来吃早餐了。都是甜的，鸡蛋饼啊。茶蛋，我有一个够了，不吃了。茶蛋，不吃了。啊、哦，你要打咖啡呀、啊？还没好啊，咖啡。那是现磨的咖啡，挺好喝的。嗯。吃早餐的猴哥。嗯。这早餐多好，这花钱不一样，享受也不一样。这让猴哥血糖有点高哈，就吃青菜了。站着干什么呢？等车呢，像地下室那取药，但他头老疼，吃点药，要不溜达的没劲。上火了，嘴都肿了。嗯，上火倒没上。猴哥昨晚跟我念叨，干燥，念叨呢。哎呀，我不适合出来玩啊，我就适合干活啊，你不能总干活啊。药忘拿了，我们俩这又上地下停车场来取的药。冷，绝对冷。这好奇呗啊，这猴哥就好奇这事儿，你看没有？这没有动态就是最好，水什么都行，天时地利呀、啊，这个。猴哥来，猴哥喷水了，刚才还没喷。大点声说，听不着。给猴哥喷水，刚才还没喷水。啊，这是实诚的，我以为这是浮动的呢，没敢上来了。这是。这人的心情不好吗？不是，心情不好。就是啊，心情好嘴就不起泡了，那你还上啥火呀？你说这出来玩，嘴还鼓个大包。
冷。还得戴戴口罩。我小红帽呢？小红帽在楼上呢，是吧？白头发那么老呢？我都有老了，那我把帽子戴上了，把这个帽子扣上。头发都白了，白了长上点。对，为什么白？嗯，白你毛不好看，太老了。这来吧，你再往这边点，你往我这边点，你脑袋，哎，高点吧，这是不都照着了、嗯？哎，好了，这是录像的，录像的。走吧，这是排病。哎，这个酒店呢，一共好像有四个城堡，我知道的啊。你看，这个是沙漠城堡。这里边的装修风格呀、啊，可能就是沙漠那种，以金色、啊、金黄为主。然后我们昨晚住那个呢，是叫冰川城堡。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那个。这个色系是以蓝色、白色为主，就是北冰洋冰川那种。完，屋里的装饰画啥的，就像企鹅了、北极熊了那些在冰川上生存的那些动物啊，以那个图案。像屋里的装饰画呀、啊，就是酒店房间的装饰画，还有走廊的呀、壁画了，都是以这个为主的。完，下边还有一个森林城堡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森林城堡，这个呢我们没进去过，但是可能以绿色系为主吧。要不咱俩进去瞧瞧，不进去。哎，森林城堡对叫，都是有寓意的。那边还有个海洋城堡，它那边就是。你往前走是海洋城堡，看这边这都是大厅，这几个大厅的颜色呢，都是那个绿色墙壁，就是欧式的，欧式那种宫廷风嘛。海洋城堡主要有海洋那种动物啊，很和谐的屋里肯定有那些东西。它每个城堡啊，里边有两个餐厅，这餐厅都很大的，就是吃自助餐早餐。这在这宾馆住宿呢，早餐是免费，两个人。嗯，这是海洋城，一共这个酒店是四个城堡，是吧？对。嗯。我以为你要照相呢，啊，搁这回去哈，回房间。你好。为什么叫冰川城堡？都以北冰洋的动物啊命名的，完了都是冰雪的，你看这壁画什么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你看这都是北极的动物了，北极熊什么的，雪花什么，以这个为准的。它有都寓意的嘛，叫什么城堡？它这好像是18楼高的。每层楼十部电梯，这边10楼以上可以停。哎呀，马上就关了。多少个房间？老多了，这一层楼有几百个房间。别嘚瑟，掉出去。这是下边。在这又见到网友了。一天见一个。我昨天搁那个那什么岛呢？叫那个榆林湾？哎，不对，榆林岛啊。榆林州啊。去了，昨天去了。啊。视频半夜才发的。我们就住在那儿。